不闹了，那个片头曲太魔性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八音盒的全收集攻略，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八音盒总共有32个要收集。首先我们来看白教堂区，白教堂区有4个，每个地方呢都有一个图来给你作为指引，你要按照这些图去找到这些宝藏。那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。首先第一个地方很简单，就是在铁轨旁边有个小屋子，对，就在这个小屋子附近。第二个地方呢比较难找，我还是找了挺久的，最后在这个房顶上，哎，而且现在是下雨。看到没，就是这个八音盒啦，跟那个图片上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，待会拿完八音盒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。那有个烟囱，对，看到没，一个刺客信条的 logo。第三个地方是很不好找的，是在一个小巷里面，你可以看我那个现在地图上标的点，还有这个图片的位置，还有这个视频中的画面来判断这个地区到底在哪里，找到相似的就很好找到这个宝藏了。而且本座是没有地理坐标了，所以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最后一个地方呢是在教堂后面的一块墓地，对，就是这个墓地。其实我在想这份攻略要不要把那个演示的视频全屏化，就是不要图片啊、小点啊、地图啊、视频啊同时放在一起，不过还是算了吧。来，咱们看一下伦敦。伦敦市呢同样也有4个点，每一个点都有一张图片来代表它的位置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位置，这也是非常蛋疼的一个地方，我找了超级久的，想不到它居然是在房顶上。那看到没，然后待会转动的视角也和这个图片中的一模一样。我听到教堂的钟声。好了，前面的背炮抓到你了吧，再补一刀。这次的八音盒呢它是在一个凳子上，一个花园的凳子上。这个相对容易一点，是在一个房顶上，然后在旁边就可以看到一个火车站。跳到对面去。听到声音了。在那里。藏得这么隐秘。看它跟地图上，它跟那个图片上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更容易了，它是在一个凳子上面，就在街旁边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泰晤士河。泰晤士河这里有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呢它是在一个小卖部的上面，商店的上面，对，就在这里。这个八音盒的位置超难找的，我找了超久的，原来才在一个桥上。好了，一直往前跑。这个凳子上没有，继续。前面的凳子上也没有。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图片中的那种角度了，对，前面一个火车站，然后还有个工厂烟囱，还有船。这里又没有。到底还要走多远呢？继续往前跑。听到声音了。好了，居然在这里，你没搞错啊，我找了那么久居然在这里。这个角度刚好跟图片中的一样，来截个图。然后接下来是泰晤士河第三个地方，这里呢是在一个桥下面，然后这里有个台阶，怎么说呢，是一个平台吧，对，平台这里有一盏灯，然后还有一个八音盒。因为我是在白天的嘛，所以呢那个图片和早上拍出来的效果是有偏差的。
接下来是泰晤士河最后一个地方，就在鸟看点，也就是快速同步下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调下位置。好了，就这么固定。这个搬运河的位置呢，就在鸟看点下面，跳到另外一艘船。哎，听到声音了，上去。啊，看到了，就在上面。它居然藏在这里。接下来就是威斯敏斯特区，这个地方也挺多的，有七个，其中四个是威斯敏斯特区，然后剩下三个是白金汉宫的。第一个位置呢，就是在国会大厦旁边的一个花园里面，伦敦的秘密，它是在一个凳子上面。这个非常的难找，是在一个火车站旁边的小巷的桌子上面，待会结束完了之后给你们看一下。好了，爬上去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中的效果。那看到没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很简单，地图上已经标出来了，我不用找，它已经早就标出来在这个地方了。房顶上，这个是属于白金汉宫的一个秘密，在一个花园里面，一个小木箱，上面一盏灯，还有一个八音盒，角度刚好。这个还算好找吧，过去有个 Halifax 的记忆碎片，来下来，正好这里就有个八音盒了。第六个八音盒呢，它是在一个小木屋，这里有一只猫，还有个人在那磨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是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树下有一个树桩，然后一个八音盒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河岸街，同样的河岸街有四个地方。雾居然让我遇到恶霸了，用烟雾弹，不用枪。哎，我并没有打到他呀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啊，八音盒就是在一个小亭子下面。第二个八音盒呢，是在一个房顶上面，有一个小亭子，前面有一张桌子，对，跟图片中的一样。第三个地方呢，是在农贸市场的一楼，负一楼，算是负一楼吧，然后楼梯下面就是一个八音盒了。最后一个地方很蛋疼啊，我找了好久，在火车站旁边，然后还杀死了好多人，是他们直接往我脸上冲的，不管我事。听到声音了，到底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在上面吧，上去看看。哦，果然。哎，这个角度刚好跟图片中的一模一样。
接下来我们来到塞瑟克区，然后这个区也是一样，有四个地方。萨斯克区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小平台上面，因为我已经收集过了，那跟图片中的位置一样。第二个地方呢是在岸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巨型的起重机，起重机，等一下，我先上去，下来。啊，这里就有一个白银盒了，跟图片中的角度一样。第三个地方呢是在房顶上面，那正好有个小桌子、小木箱。第四个呢是在一个圆塔下面，然后有一个小箱子，这是个工业区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朗博斯区，这里同样也有四个地方。右上角的那个呢是在鸟瞰点，所以呢这里就不说了。波朗斯区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教堂旁边，看这里好多传教士，然后有个小木桩，上面有个白银盒。第二个呢是在一个河边，走过去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就在麻袋上面，跟图片中的角度一样。最后一个地方相当好找，你鸟看点下来之后直接往这里跑就 OK 了，就在上面。那听到声音了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好了，全部收集完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，看一下那个宝箱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居然要填入这么多东西啊，还不得填死。来吧，先第一个。这是最后一块了。期待吧，期待他会有什么反应。哦，解锁了。哦，先行者服装。哎，怎么？哇哦，来过去看一下。我先不拾取，先欣赏一下，合适吗？中间还有个项链。只有一套衣服吗？没有 Jacob 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衣服穿起来肯定很漂亮。I suppose they've got another suit back there, do you? That one looks a bit tight for me. And you would look a right tit in it. Evie. 其实我讨厌白金色，还是现在的紫色，烧紫色好看。All.解锁神盾服装，来打开看一下，打开物品栏。服装，哦，解锁了神盾，神盾，难道这是第一文明成员密涅瓦的服装？然后受到进账什么什么什么升级7500的升级，那就升呗。X 升级，嗯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看，特别是那个帽子，感觉很像那个。古代神圣的什么什么东西，哎，不可以换颜色，我本来还想换午夜蓝呢。
午夜蓝、亮灰色和赤褐色。好吧，看一下这个性能表现如何。哎，这个披风不对劲，我应该换个披风。不过他身上为什么出现那种？难道是我游戏机原因？应该不会吧，应该是游戏的原因。伦敦的，哎，等等，按错了。物品栏，披肩，庇护披肩，可以制作吗？黄金蜘蛛丝，我到哪里找啊？可能是那个怀特的任务还没完成吧，我先完成它才能有这个。好吧，出去看一下。戴上帽子。哎呀，真不好看，觉得很不好看。要是这个星星的服装能换种颜色就好了，而且穿起来好像黑人呢、啊，显得EV很黑啊。他原本没那么黑的，现在穿起来就变得好黑啊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下期再见吧。